箴言第二章一节，我的子，你若领受我的话，遵纪我的命令，按耳孔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理，大声求聪明，找伊亲像找银，敲找伊亲像敲找稳重的宝贝，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的事，得到认捌神。六节，因为耶和华赏赐人智慧、知识佮聪明，拢对伊的嘴来出。伊佮正直的人，积聚真智慧，佮行为纯正的人做定牌，通保守公平的人的路，保护健全的人的路。你也要明白公义、公平、正直佮一切的好路。十节，智慧要入你的心，你的灵要用知识做欢喜，计策要保护你，聪明要保守你，要救你脱离歹路，脱离讲轻易话的人。迄号人放下正直的路，行黑暗的路，欢喜做歹，喜爱歹人的行业，在因的路弯曲，在因的路偏僻。十六节，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，就是遐讲甜蜜话的妓女，伊离去少年的配偶，未记得神的名约，伊的厝陷入死地，伊的路透阴间，囡仔到伊遐的无一个活动，也未得到活命的路。二十节，智慧要予你行好人的路，守义人的路。正直人要伫世上徛起，完全人要伫地面尊老。只有歹人要剪除，奸财要拔出来。